是我甲你自私，我才会做着选择去伤害着好人。我一定尽我的全力上做。反正不是杨小雨，杨小雨，慢走！我担心你啊，慢个走！我会叫咱的右手完全配合你的计划。小雨，你要去做路在后边，这嘛是要安怎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姐，安怎？你已经准备好未？我用个笔电随身碟，操你电脑。应该是这个叫伊的资料夹，我先看卖。皇上好，虽然你对我所有的温柔，拢不是给我杨小鱼的，多谢你给我这段这么美好的记忆。罗伊的金片项链，你有想要戴无？这是伊留我唯一的物件，对我来讲真正最重要的。现在伊又回来你的身边啊，你会安心吗？啊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我怀疑伊有真大的代志在我瞒咱，但是我的感觉摸唔着，咱可能误会伊啊。这样啊，牛津转回来了。哎，总裁，鞋仔垃圾店，我替你试啦，卖有被叮当啦。紧，紧，就差一点啊！你来关心我专伤，一定是半路拄着彭丽虎啦，啊为着要甲你手破咧哦，伊才会食这么济苦啦。你到底是咧想啥？啊，就是咧想你啊，你加问了无？夭寿啊！竟然是牛靖川！啊，你唔是杨小雨？伫上海餐厅附近拄着牛靖川，可能需要支援。系啊啦。根本是牛振川真正有看到我，啊，这就过来。杨小玉，我担心你啊，卖个走。够刚来，咱家己斗三个到家，希望你会离开啊。牛振川在后边，虽然讲我想办法把他挡落来，啊，不过应该真紧就来，这嘛是要安怎？